我们现在要去上厕所，上厕所为什么要拍呢？上厕所为什么要拍呢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厕所有多特别哦。我上厕所，走。有没有看到他厕所？哇塞！厕所还有电视，而且你现在看这门是透明的，但是你里面关起来锁起来，它就变成是雾的，外面就看不到。好，我们看新人继续来看新人上厕所。你看到现在看到新人，等他锁起来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哇，你们看到变魔术，来新人变魔术，哇塞！地上还有电视、欸，这个是要大便的前奏，太夸张了，真的，你看这，我们像不像有点乡巴佬？好笑哦，原来厕所可以拍，你可以拍成这样子，来来来拍一张，哇哇，哎、欸、你拍照片，哇塞。